振辉后生就是小顺的哥哥，是讲振辉无讲，伊阁有另外一个囡仔，敢讲伊唔知影？这是进前建案的结果，所以得麻烦协理，你把这个图纸拢找出来。应该就是这样。高组长，你家己挂保证，你袂因为你的家内事去影响到公司的规划。节目跟大家等着这个机会，我有新的代志，千万别当我公司任何人知影，拜托你啦。你们是不是能讲哦？或者什么妈宝啦、巨婴啦、自以为是的废渣？奶奶，请你一定要好好保持，爱记得伊有新的时阵就辛苦的，卖囡仔洗完哦，你就打回原形。小白兔，刚刚。敢不敢伊就是飞鸟？对，今日开始，你甲冠杰两个人做恁放心，好好交往，无需要管阮顶一天的代志。我咧甲陈小春开赌，你等到要替伊升职加薪，我唔知道你的用意。是安怎？你要用假相片、假名来欺骗大兄，让伊找袂到振辉的亲人？咱振辉的某会当是任何的查某人，就是袂当是钢屁哦。大兄，咱几十年的愿望终生要实现啊！敢讲你有振辉某囝的路？我大兄的反应。伊一定唔知影江碧玉就是振辉的太太。若是甲江碧玉徛做伙的人，不管是啥拢是我的敌人。你着卖逼我，甲我借你的十亿，连本带利偷偷当。